心情？早知道把这个体力拿来生小孩。一场演唱会真的不是我们可以单独可以完成的，所以虽然我们是露脸没有错，那但是大家跟我们一起奋斗，我非常喜欢，我非常享受跟大家的对的团队的感觉。如果只有我跟志玲去唱一些卡拉的一些场次的话，觉得好无聊，两个人也不知道聊什么。我们真的是很感动，就是很多的一些歌迷是跟着我们这27年、26年来，就是一直支持我们，很谢谢他们这一路走来支持。多么庆幸你们还是熟悉的人，挥别前世洪流，冲淡了眼神。一开始就是因为担任我们的特别来宾，所以在台上不要脸，我就直接跟他邀歌，因为在台上很难拒绝，所以就大家都答应了。我本来以为是说他写给我们，我们自己唱，就他就说想要跟我们唱，这样的话就可能就要认真的唱喽。我们都没有表现出来，也没有讲出来，但是我认为会。我跟严志玲唱，我都会觉得，有时候会觉得，哇，他这边唱的太好了，不行。Nope. 我在某一个地方，我一定要有一个跟他差不多好的地方。大家应该都还是有在比较。我这个是良性的了，我认为是良性的，因为他有几个转音啊，或者是高音，我觉得，哇，你是故意留给自己的吧？好像制作人也是他找的嘛。所以他们是不是讲好说，哎，这个不要让他们唱哈，这一段不要让他们唱，让我唱。虽然是开玩笑，可是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有互相比较了。我觉得都是好事情，会把歌弄得越来越好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良性的竞争。你要再帮谁回去写一首歌？我们要写一首歌，我们写歌不好听啦，所以不好意思拿给他，他不用，搞不好也不好意思说不用了。硬要唱来不好听。